十八国忏悔文里面有，然后十八国里面还有慈圣佛，很多很多佛，对不对？那像观世音菩萨，你知道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无量劫跟阿弥陀佛因缘度尽以后，观音菩萨呢，阿弥陀佛上半夜入涅槃，下半月观世音菩萨度的众生的愿圆满，他就成佛。他成佛的时候叫五光功德山王如来，很有趣啊、哦！师父学佛25年前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五光功德山王如来，我就一直记到现在。哎，我度众生要度到跟观世音菩萨一起吧，成佛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想想看，有这么多的佛，可是有35佛跟53佛加起来。88佛都发愿跟地藏王菩萨一样，在这个娑婆世界成佛，也因为他的愿力最大，所以拜88佛忏悔名的时候呢，忏除业障是很大的。在西藏人也拜这个。再看下面，请看讲义，今天第12页第14行，修心是一切修持法门的根本，请看一修学的道次第1.1总说，看。中国我们有大乘佛法，中国从魏晋南北朝传到中国已经有现在有8大宗派，那其中呢很多宗派现在有些保留着，比方说律宗，比方说净土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，有些人在弘扬，唯识宗有人在弘扬，但是也慢慢没落，还有像其他的宗派，我们有10个宗派，对不对？事实上啊，对不起，是8大宗派，再加2个小乘的，叫10大宗派。那我们中国的佛教徒，请问10个宗派里面有没有道次第呢？有，信、解、行、证，这就是华严宗而行的。你对佛法第一个要相信，信为道源，功德母，当时都对你这么说。第二个，你要听闻佛法，了解它。第三，你光了解，你没有去修，没有去实践，那没有行 action， 你就没办法得到他的利益。比如说佛教徒都很会讲慈悲，对不对？可是真正的碰到境界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慈悲心呢？接下来证就是证悟，得到他的结果。那中国佛教是这样，再看藏传佛教也是，西藏佛教。做个记号，叫见修行果 ，view practice action and result， 这也是很重要的。现在佛教徒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不学道次第，就东说说西说说。举一个例子，南传佛教有一个叫阿姜茶尊者，或阿姜曼尊者，阿姜曼尊者很了不起啊，那正阿罗汉果，把他的传记里在东南亚。阿姜茶尊者也很了不起，他在世的时候也度了非常多人，甚至度了很多的美国人。我在圆光佛学院有一位我老师，他就是跟阿姜茶尊者出家的，他是一个美国人，可以完全放弃，然后到南传去呢，食过午时念巴利文经典，每天呢打坐，然后他非常有智慧，又教英文，又把阿姜茶的东西从英文翻成华文。台湾圆光佛学院流通非常多，我非常赞叹。可是呢，现在有个问题来了，就是阿姜茶尊者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非常的有智慧，他呢跟呢所有的弟子到森林里呢，他都会说佛法。他说山和法第一都是法，真正的法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心。可是这么一拍，对他来讲是很好。可是他说一断气以后呢，你就没有根寻的道路，了解吗？所以道次第，举个例子，你现在在吉隆新山，新山的机场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市南机场。对，可是你要去市南机场，你要先看地图，你不能说哎呦，请问师姐，机场怎么走？你就出去门诊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就会到机场。那一直走，当然就到了东马，就到了海里了。你不可以这样想嘛，一定要看地图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的。佛学会在新山的东北边，对不对？那机场呢，可能是在西北边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地图啊，你要走快速道路啊，你要走对啊。道次第就是这样。你若不学习，你就不知道你修行路上会产生什么经过。比如说，
华严经里面讲菩萨有十地，虽然我们还不是菩萨，可是你要对每个阶梯都很清楚，这样你路上发生什么事你才知道。比方说你现在开车要送家人去机场，送他去坐飞机，结果突然抛锚了怎么办？不知道你们抛锚是打什么，我们台湾是打119，你们打几号呢？如果你不打电话，你平常都不知道，那车抛锚的话呢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找人来维修啊。所以你看历代的祖师都在做一个努力，什么努力呢？让正法住世建立到此地。不论是在家出家，我们现在都很忙，你没有办法看到三藏十二部，所以你必须读论典。比方说白教三祖师，中间是马尔巴，左边是灭了日巴，下面是空波巴大师。到了白教，你看灭了日巴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伟大的故事，他是正悟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没有读书，但是他对上师很虔诚，然后磨练他，然后盖了八次的房子，最后在山上他开悟了，他唱出来的歌就跟佛经正悟一样，是很美的。我在我台湾也有教灭了日巴正道歌，将来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，对不对？所以历代的祖师都在努力建修行果。假如你没有这个道次第，那会有个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各位可以想想：第一，你没办法判断真跟假；第二个，你没有方法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我再讲一遍：第一，你没有办法判断真假。比如说，你现在念大悲神咒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定中见到了观世音菩萨，你怎么知道真的假的呢？你现在很真正念阿弥陀佛，对不对？你见到了阿弥陀佛，你怎么知道是真的跟假的呢？假如你一多深入经论，而且你有跟着老师学的话，那你就会知道你见到的是真跟假。就像我昨天讲的，很多人都喜欢去看嫁鸡胡兰，对不对？啊，嫁鸡胡兰动不动就说南海古佛观世音来，就很跳打那跳，这样跳。那真的还假的呢？因为你们也不敢讲，为什么？你怕讲错了呢，会得罪观世音菩萨。但问题是你不学佛法，你不知道真跟假，答案跟你讲都是假的。那是鬼神教，他讲他是观世音菩萨。事实上，观世音菩萨虽然讲我们也讲因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，但是那个不是观世音菩萨。我曾经以前问过我师父，我说师父，请问外道、一贯道、道教或民间宗教会不会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呢？他说会有。那我问他，我们是一个佛弟子，那我们怎么判断他是真跟假呢？注意听哦，这是师父给我的开示，我一辈子都记得。他说，假如他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在道教，他一定慢慢叫你要好好的做人，然后呢修五戒十善，慢慢叫你先念大悲神咒，最后他一定会指向你皈依三宝，做三宝弟子，这个才叫真正的观世音菩萨，对不对？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你真正的信仰正信三宝嘛，你要有正法。假如他说他是观世音菩萨，然后呢又是来叫你要学一些外道的咒术，然后不要相信佛法。现在很多庙很奇怪，动不动呢就告诉人家不要去别的道场。那你能教他佛法吗？对不对？你都没有判断的标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呢？所以有些是真的，有些是假的，你要去判断。接下来再看，所以在白教里面，进修行果最殊胜的道次第，所有的传承跟教法，就是这一世的高猫榜，17世高猫榜，这是我们参加他菩提迦叶的法会的时候拍的。接下来再看。释迦牟尼佛，看 1.2 别显。在中国有很多很多的宗派，这将是台湾中台禅师的释迦牟尼佛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我应该跟各位讲 Welcome to Taiwan。 你看中间其实就是用韩国石姑庵，我昨天给你看过这张照片，对，一样的调子。然后呢，因为呢 copyright 关系，所以它背后那样光中画殿阁呀，三层楼这么高，非常非常的壮观。哎，我带我的学生去参观过，对不对？我们要赞叹尊贵的释迦牟尼佛来到这个世间，为我们说无量的教法。好，在无量的教法里面，请看，时间有限，我简单讲，请看《华严》中讲信解行证，要背。
背起来。你要我考佛学班的话，这一段我是会考的。第二个，天台宗妙法莲华经里面讲什么？开示悟入佛之佛见。各位请上网，师父讲过好几次法华经啊，我讲过28品，也讲过第2品，商业经社都有网站，请你自己 download。 法华经非常了不起，我自己也读法华经啊，尤其是日本人都会有哦。也成立了一个叫 Not More for the Name， 不好意思，之光再帮你拿一张 A4 的纸给我，快一点，用跑步的四五线条都可以吗？啊，都可以，只要给我包就可以，谢谢。我来表演一下，很重要，因为有些莲友问我说，师父请问日莲正宗是不是真的佛法？包给你看。当然因为我没有深入过，我不能完全做，但是师父现在给你做判断就行，就是说日莲正宗 南无呼伦贝克， 然后呢里面的的确确的是念法华经2品、如来受量品或是其他品，可是呢它上面包的是日本文化，那在新加坡在东南亚都非常的兴盛，不知道在 JB 有没有日莲正宗的分院，或许有啊，不过是不讲佛法而已，我没有什么政治或立场。其实日莲正宗弘扬的妙法莲华经的确是佛讲的正法，但它外面包着日本文化。那为什么会很多人有感应呢？因为它告诉你礼拜六礼拜天你就好好的虔诚念妙法莲华经，你念了莲华经你就发愿，然后呢就会满你的愿，因为你诵法华经你很虔诚，的确法华会上有释迦牟尼佛跟多宝佛的护念，所以的确很多人感应。那感应完了以后呢，日本人呢这日莲正宗就跟你讲，你不要忘记哦，要还愿哦。还什么愿？拿大金牌来挂在观世音菩萨跟释迦牟尼佛身上，听好，写下来，还愿是民间宗教，这不是佛教的方向吧？观世音菩萨怎么要你还愿呢？观音菩萨清净庄严累劫修，你打个金牌去，结果谁拿？观音菩萨没拿走，谁拿走？庙公拿走了。你不如把那个钱拿去布施做教育文化慈善事业，你不如把这个钱拿去救日本的灾难，才会有功德啊！所以佛教徒，你若不学佛法，你真的无法判断真假。那更糟糕的呢？日莲正宗因为有日本的宗教色彩，告诉你说你来这边学佛法，任何地方都不能去。可是很奇怪，佛没有这样说，佛没有这样说。我再讲个故事，其实我满脑子有很多故事，慢慢讲啊，讲多少算多少，反正我要来讲3次嘛啊。那我没有讲完的话，我们可以走，对不对？也不能往生。好，毕竟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曾经在恒河流域弘法，释迦牟尼佛。他到了村庄的时候，到北印度一个村庄，在《阿含经》里面写，曾经那个长老就问他，尊贵的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很重要很重要。佛陀说，善男子请问吧。他说，每一个呢来跟我讲的说他都是正悟的圣人，印度以前有很多的修行人，要么就是塞巴巴，对不对？又是什么 Yogi 或 Brahma， 很多很多的修行人。他说每一个修行人都来跟我说他是正悟宇宙真理的圣人，这个说他是正悟真理的，那个也说他是正悟真理。佛陀啊，我都搞了糊里糊涂，那你呢？你也说你是万德庄严的佛陀，那到底我听谁的呢？佛陀说，很好，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你每个众生都有佛性，你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，这是佛讲第一个原则。第二个，你要跟他看他所说的跟所做的有没有表里如一，假如他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，那你要小心。第三个，你要靠自己的智慧去选择，因为生命很短，选错了呢你就会空过一生。最后佛陀讲完以后，当然有很多人欢喜，因为是供养佛陀，那佛陀呢一样带着自己的弟子一句呢用在恒河流域用走，走了以后呢，这个长老就开会说，我们遇到了这么多的圣人，有塞巴巴，有印度教的，有婆罗门教的，有锡克兰教的，很多很多，他们最后决定了跟释迦牟尼佛，
最后呢，他们就用追的，佛陀等我等我，我要跟你出家修行。所以你注意，佛教并没有强迫人，佛教你可以介绍给别人，但不要强迫别人，也不要控制别人。记起下来，这是释迦牟尼佛教的。再讲一遍，你可以把佛法介绍给你的朋友、亲朋好友，你可以介绍给他，但不要强迫别人，不要控制别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若控制别人跟强迫别人，你将来就会被人家控制。现在有很多师父都有很多善巧方便、善知识方法，有些人会动不动的跟你说：“哎呀，莲友，我跟你很有缘嘞。”然后就讲一些三世因果，然后你听得就懵查查的。哦，我过去跟师父什么缘、什么缘，真的讲你也不懂。还有有些人碰到不好的善知识，刚开始关心你，然后关心你老公、老婆，最后就全部控制你们家了。你要小心，这个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真正的佛弟子是不会控制别人，也不会强迫别人。从刚才那个故事就，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强迫别人。释迦牟尼佛没有说 ，OK， 你现在来学佛很好，你没有学佛呢，你就要堕地狱。没有，一贯道就不一样了，要发誓，而且呢，还要呢，不可以告诉你太太。不可以告诉你家人，这些都是有问题的。所以各位不要因为修行而误入歧途。师父是法师，我一定以法为尊呐、啊，我绝对不会讲骗你的话，因为我骗你的话，我将来会堕地狱的。我也从来不会去控制别人，因为佛法是缘。可是呢，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佛教徒呢，不是教人家学正法，而是呢。不是教人家共修，而不是教人家菩提心，而是一来呢都讲什么？哦，我们的道场很好，你不要去别人的道场，你不可以去那里，不可以去这里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是正法的话，你干嘛怕信徒跑掉呢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真正有正法，像释迦牟尼佛有正法，就自然有人跟着他。现在的人看的是什么呢？哦、阿弥陀佛，我只点到为止就好了，对不对？讲太多是会得罪人，因为真话是很难听的。可是呢，你要有经论根据，你应该叫他学正法，调伏你的心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告诉人家做功德的人，比如说啊、哦，现在日本灾难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很好。但你不要强迫他，你不要控制他。那他没有钱，没有力，可是他有心，回向一样有功德啊，是不是呢？所以释迦牟尼佛讲道次第是很重要的，法华经讲开示悟入佛知佛见，所以法华经的功德力是很大的，希望大家可以念。若你习惯念普门品的人，师父开始建议你一天法华经从头到尾一起念，一天念一两品。那现在又有问题来了，居士都很多问题啊，没关系，师父有耐心。那你会说，像《妙法莲华中》南无呼伦贝佩，他只叫你念经体，念了经体就包含全部的经文，那你怎么说呢？这有一点奇怪。那举个例子，经体，比方说我们讲南无华严会上菩萨，或南无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。如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这是全部的经体。经体就像头一样，对不对？就像粽子，各位有没有？客家人、闽南人是包粽子吗？包粽子的话，上面的绳子一拉的时候，应该整个粽子都包含了。那也就是说，你念经体的时候，古人说念经体有上根的上根性的人，他应该经文全部会通达。可是现在南无呼伦贝佩日莲正中是只要叫你念经体。其他就不要念，那不是只要你只要头不要手也不要脚吗？这是很奇怪的，这是不是我说的，这是他们的善巧方便。举一个例子，若你念完普门品，你真的肯发心从第一品开始念整部二十八品的妙法莲华经都念的话，你的功德力啊是会广大无边的。举一个例子，这边你们旁边有海水吧，海边对不对？没去过，我举圣淘沙，我师父比较熟，你们也知道，圣淘沙旁边有水，你现在拿一个水杯去舀一杯水，你说这个水跟圣淘沙大海里的水有没有一样？回答我，
一样还是不一样？一样。一样，当然一样。对啊，因为水是一样的嘛。你咬下来，讲不一样是什么？注意，是说水杯的水很少，大海的水很多，可是水的本质是一样，都是 H2O。好，现在的意思是什么？你读古兰品的，对不对？的寄诵，当然一定有妙法莲华经的功德。法华经曾经讲，若有众生念一记一句啊，法华会上妙法莲华经，法华会上的佛菩萨都会护念你。一记一句哦，对不对？你都会念。当然，所以现代人呢，尤其现代人，我昨天说嘛，华人都喜欢讲快速啊、简单啊、功德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很多人都念很短的，对不对？当然很好。但是你念一记一句的功德，跟正念讲过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当然功德是平等的。可是，假如你现在要度众生啊，你要念整部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为什么？比如说像刚才。你从圣陶上拿起来的一杯水，水你自己喝可以，可是你现在要救很多很多人的话，一杯水是不够的，还要大海的水。你听懂师父在讲什么吗？就说功德是一样的，可是若你发广大的愿心，要救度一切的众生的话，你整部《妙法莲华经》念，那功德力是不一样的，了解吗？所以你要理解完整的佛法。那虽然这么忙，那我还是建议你，你虽然很忙，我们品能念就念，那不能念你就念世尊妙相聚，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，然后呢名为观世音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可以念这个偈颂，念完了以后呢，再来呢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，你可以做很简单的功课，你一样还是得到功德的。可是你要知道，现在又话说了，你虽然修，可是你没有佛知佛见，你不一定是佛教徒。为什么呢？大悲咒你问道也念啊，道教徒也念啊，他们不一定是佛教徒啊。乃至我刚才唱的啊，不好意思，我突然想，一问道他们也唱啊，世尊乃妙相聚，我今重闻彼。刚刚啊，以前我学梵呗也唱啊，叮叮当当的。可是你心中没有佛知佛见的话，你不一定是佛教徒啊。所以师父这次来讲座，可以告诉各位，希望各位佛弟子啊，要好好想一想，你有很多的想法不是佛知佛见，所以你求观世音菩萨，为什么没有向别人有感应？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。你说你皈命三宝，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昨天也讲了。倒背功什么功什么功什么功你都拜啊，你真的是三宝弟子吗？天龙八部可能都跑光了，因为你并不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，自归依佛，永不归依外道天魔。可是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，你还是去找三世因果，你觉得观世音菩萨和阿弥陀佛呢太遥远了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看第三讲义，净土中，净土中讲信愿行，唯识中有讲资粮位、加行位、通达位、修学修习位跟就近位。对不对？时间的关系，师父就没办法讲。将来你有上唯识的讲座的时候，你就会上瑜伽师地论的五位。那藏传佛教其实它也有见修行果，所以道次第很重要。请看台湾，再说一遍 ，Welcome to Taiwan。法华经，法华经的常不清菩萨，你们念法华经，你很少想过常不清菩萨长什么样子。我们台湾有一个高雄紫竹林精舍，按照佛法僧三宝，他们也是弘扬大乘，所有的比丘尼都诵妙法莲华经，他们也念观音跟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他们就雕法华经常不清菩萨。注意看，它是雕像，是个比丘，可是。他叫常不清菩萨，大家知道对不对？释迦牟尼佛因地里面，别人打他骂他，他都永远合掌，我们不会轻视别人，对不对？其实这就是华严经普贤十大愿的第一愿礼敬诸佛愿，
你看福音地里面生生世世呢都不轻视一切众生，所以各位莲友，你学了普贤十大愿，你也不要小看别人。比如说你现在举一个例子，来，各位向左转，你的座位坐向左转，看一下你左边，看一下你的右边，搞不好你的莲友就有观音菩萨化身来的哦。真的，我后面还会讲，也可能是普贤菩萨来的哦。真的，师父不是跟你开玩笑，对不对？而且观音菩萨跟普贤菩萨来的时候呢，不一定要啊，都是金光闪闪、棍很庄严。有时候呢，有一天呢，都是个世界掰咖的进来，然后呢，看到呢，大家都不理我，你就没有平等心。所以道场里面，对于所有来的莲友，不管有钱没钱，华人对不对？或是呢，客家人，或是闽南人，你都要有平等心。你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好，我后面会讲很多故事，是真的。五台山感应录，文殊跟普贤常常就现一个你最讨厌的人来搞你的，这是真的。我自己呢，学佛25年，从我在家第一次听到大方广佛华严经到现在，我虽然讲经，可是师父也不敢轻视各位，因为各位呢，有些是多生多劫修来的，有些你也可能是佛菩萨在。所以你要学佛的道次第，你才能够把法放在你心。好，请看，那佛的道次第里有浩瀚无涯的道理。现在简单的说，请看补充资料，生命中流转的真相。我们学佛学什么？请问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？来，我来调查一下。还没有懂投胎之前，你知道你上辈子从哪里来投胎的，请举手。哦，没半个。你们都是糊里糊涂来投胎的，但愚公，公公空空死，哎，公公生啊，空空死啊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告诉你，师父知道我前辈子是什么，你慢慢修，你就会知道。这不是炫耀，注意听，不要讲师父有神通，我未尝等通。我不希望你们讲，新加坡曾经很流通说新佛法是有神通，我骂了他一顿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我没有神通，但是我有大智慧，我有大悲心，我有大愿力。神通比不过业力的，但是我的未尝等通，知道吗？你慢慢慢慢修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就像镜子一样、录影的，你自己会了解。好，现在有个问题，你生不知道来，我现在问你，你死了要去哪里？哎，你知道的请举手。知道呀。知道，我想问知道。你知道你真的要去哪里的，请举手。那没有啊。第二个，你觉得你死的时候，你自己可以决定，我可以很安然的断气而去哪里，请举手。相信自己。不是相信自己，我说你自己有能力可以决定，因为有些人走的时候很痛苦，有些人不能。那各位没有举手的，请举脚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为什么要来学佛法。看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各位可以写在旁边，若有机会，有慧音也可以请其他法师讲十二因缘。十二因缘就是讲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那十二因缘也可以连续讲五天跟六天，很精彩。我这辈子学佛了，在家居士第一次听到法师啊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的时候，我放声道。我哭才知道，原来我是这么投胎的，真的。我说那时候，我说在家居士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听到十二因缘，我真的放声大哭，我才知道说原来轮回这么苦。因为呢，我以前是读儒家的书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就像两个门一样，对不对？从投胎一直做人到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我读了很多中国的古书、儒家的书，我觉得都很满意。可是生从哪里了？我不知道。死了我要去哪里？那时候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们生不知道，死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很怕鬼。我没有学过之前，我很怕鬼，因为鬼呢，就你以为那个电影这样，嘻嘻嘻嘻嘻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假如你现在以前行愿，这几天你出门的时候碰到鬼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你怎么不能讲？你去找信佛师，你去找信佛师，不要来找我。鬼一定跟你有缘的。因为我们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所以我们怕鬼。可是当你学佛法的时候，慢慢深入的时候，你也知道鬼啊是六道众生之一，
鬼堕入在地狱，恶鬼出生，其实他也很苦，所以中国才会有盂兰盆会的法会啊，对不对？你不觉得人生很孤单吗？孤孤单单的一艘船啊。所以啊，你们呢，释迦居士男众女众结婚叫什么？坎气尾，坎气尾，牵手的牵手，慢坎修故啊。夫妻不是同林鸟，大限来的时候啊，哪一个先走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在西林哥讲，我这次在讲我的故事。我的外公跟外婆一辈子就是很好的坎气尾，坎60年。我的外公外婆年轻的时候就结婚，他们呢，我的外婆跟外公很疼我，小时候是他们把我带大，我妈妈也照顾我，所以呢，我的外公外婆对我非常非常好，我是长孙。我出家的时候，我全家20-30个人都跑到庙里来问我说：“你逃开我，你脑筋坏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问题啊。”我跟我一贯道的叔公辩论，我说：“我辩论，如果我输你，我就回去，因为他们希望回去我做一贯道的点传师。”他说：“我希望你呢，回出家来做一贯道的点传师，光大门楣，光宗耀祖这样子。”我说：“我才不给你那个嘞。”那。我说我变赢了就欢喜心，支持我出家；我变输了我就回去做一贯道的传师。当然我变赢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佛法讲无我嘛，对不对？师父的口才这么好，当然变赢的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家有一半是一贯道，后来我出家以后慢慢学佛，现在一半是佛教徒，还有一半呢是不动明王，如如不动，很难度的。各位有很多莲友，你们家也都是不动明王，如如不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了解事实的真相啊，对不对？虽然一贯道也很好心，他们也做很多善事，但他们的道理并不究竟啊。所以我常常讲，生从何来，死从何去。那我外公跟外婆也是一贯道，那他也拜观世音菩萨，他们很善良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呢，同进同出。早期的大概18岁、20岁就结婚了。我的外婆生了7个兄弟姐妹，我妈妈是长女，我是长孙，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冬天啊很冷了、啊，还要夏天去种稻子、啊。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新竹南寮海水浴场，晚上啊很冷很冷啊，早上大家都没有起来，我外公外婆5点呢、啊、就自己吃个简单的早餐，就骑着马车哦，真的是马车唱山歌哦。到啊，田里去种稻啊，所以他一辈子他都是同进同出，同进同出。结果有一年，我外婆突然的心脏病，那时候我刚好赶回家乡竹都，我赶到医院去帮他助念了。所以他透死的时候很痛苦，因为心脏病。我家人不学佛法，一直要把他惦记。然后呢，我进去的时候，我说：“舅舅阿姨，你饶了外婆吧，他都已经没有希望了，你为什么要痛苦？”我们绝对不放弃。我说活了又怎么样呢？最后我是师父嘛，我回去大家有听过。然后呢，进去的时候他脸不太好，后来我帮他盖了陀罗尼经被，就全部助念念阿弥陀佛，念了8个小时，全家人都念。我指挥，你要讲话要哭的全部出去。那时候师父是很勇敢的菩萨，助念念了8个小时以后，他们打开整个脸呢都是笑的，整身都是柔软的。所以我们全家的孝敬。哎，阿弥陀佛真的有用。好，可是我外婆一过世以后，我外公很大的打击，就每天坐在门口。各位姐在座的人是客家人，请举手。听得懂客家吗？这么多，说放下。闽南人、潮州人，请举手。闽南人，好，说放下。好，都是中国人，没关系。那我外公讲，我先讲客家话，待会翻国语。他说：“哎呦，他每天坐在门口。”哎呦，阿婆咋还没转到伊呢？哎，打伊个电机啊，伊都没人爱讲，咋不转到伊呢？意思说，他坐在门口说，外婆怎么还不回来？我每天都坐在门口等他，他去哪里呢？怎么没跟我讲？然后我们就跟外公说，他不会回来的。他吃饭的时候还要摆一副碗筷，我已经帮他摆好了，他怎么还不来吃饭啊？你看我们家。我妈妈跟阿姨全部都哭了，放声大哭，问我怎么办。我说凉拌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我的外公
真的就坐在那门口坐了一年，老人痴呆症，重度忧郁症，对不对？他不相信外国走，他同进同出，同进同出，60年嘞，看气味，卖看修故啊。对，卖看修啊，真的很可怜。那你要这样讲完以后，你会说糟糕了，师傅，那我听到你的呼唤很高兴，可是注意听，我没有叫你离婚哦，讲清楚，这有权责录音哦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夫妻如属同林鸟，就像演一场戏，在戏当中，我是你的先生，你是我的太太，你是我儿子，你是我孩子，是孙子。其实演完戏落幕的时候啊，戏幕了以后，个人啊，个人走自己的路啊，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你要珍惜，你今天做先生就要尽你的责任，你今天做太太就要照顾你的家，但是有一天都会分离的。所以就像呢树林的鸟一样，大限来的时候鸟是各自飞的，所以业力是很可怕的。你要珍惜，你要关怀你家人，但是你不要执着你的家人。当断气的那一刹，那就像夕阳西下的天空啊。后来我的外公过一年以后就过世了，母亲他过世的时候我在国外弘法，但是我帮他做了49天诵经，而能做的一切的善事我昼夜都拜我外公回向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相信将来他还会遇到我，在未来无有土地菩萨里面，他可能是哪个信徒看到我呢，又会很喜欢我。对，因为我们无有求经里面投胎生生世世我们都在做家人啊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一艘船，你知道自己的船要塞到哪里吗？学佛法就是要学这个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一放假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学电脑班、数学班、音乐班，很少人学佛法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死亡很遥远。举个例子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要跟你们讲我们家隐私，不过我还觉得有时候用我家人的故事鼓励你，或许。家人的故事会升起一些功德，像我的妈妈，她就不念阿弥陀佛的。我每天跟你讲阿弥陀佛，呸！你妈哦啊，我到120岁呢。为什么？请问，因为大家都认为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死的，对不对？佛法不兴盛的时候，左右邻舍谁念阿弥陀佛啊？听到啊，五十一郎啊，念阿弥陀佛的。对，你看佛法没有普及的时候。没有正统的正信佛性教育的时候，死亡佛教阿弥陀佛净土宗就曾经的的确确被人家批评为死亡佛教。但是若你去读阿弥陀佛48大愿，去读无量寿经，读大乘的经论，你知道阿弥陀佛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，无量光无量寿，他是很了不起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众生也会排斥，像我妈妈就不念阿弥陀佛。尤其中国的华人过年都不可以讲死的，对不对？我过年就跟他讲生老病死，他急得要死。讲完以后我就包个大红包给他。他说：“哎呀，死亡很遥远，我看到红包还是蛮开心的。”然后呢，他念什么？他念观世音菩萨。因为我妈妈呢，碰到我，她年轻的时候为我们家人啊吃了很多很多苦，教育我们，所以我第一个要感谢三宝，第二个要感谢我妈妈跟爸爸。因为他把我教育得很好，所以我今天能够做法师，可以利益很多的众生。可是呢，我妈妈呢，我有一天问她，你为什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？她说观世音菩萨最庄严哦，有一天我要跟她一样美呢。我说那好啊，观音菩萨是清净庄严累劫修，那你就要好好的修哦。所以我的妈妈现在呢很有福报，她就很认真念观世音菩萨。像前一阵子日本大地震呢。灾难，我立刻知道，第一天我就拨电话，我接电话回去给他，我说心不要慌张，心里念大悲观世音菩萨。他说有，我有念，我走路的时候有念，我睡觉也会念。他说，他就问我一句话，你到底是中华民国的人，还是新加坡人，还是马来西亚人啊？你怎么越飞越远啊？你哪时候回来啊？我说该回来的时候就会回来啦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关心我的妈妈。但是我不会执着留恋我的母亲，这位要学下来。你，假如你啊，我常常在我上台讲，假如我一口气在打坐的时候，我一通电话来，我妈妈过世了，说走也要走啊，哭也没有用啊。你要真正的了
了解佛法而在业力上改变，帮助他。接下来看第二，心的定义有不同，请翻过来第十三页。心，我们佛法常讲修心，修心，请专心听好，这是第二天，这一段很重要。心有不同的定义，第一个，一般心理学上的心，我们心英文讲 mental activity， 心理的活动，心对万物的喜怒哀乐的不同感受。我昨天有讲，你心情开心的时候呢，哎，别人跟你借钱你都很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就不重复了，因为我今天晚上很多人要介绍。你心里不高兴的时候，你是看什么都不顺眼的。其实你的心会影响你今天的命运，所以你要学着控制你的心。什么叫修行？有很多定义，写下来，学习控制你的心，这个就叫做修行。诵经、念佛、拜忏、打坐，都是控制心的方法。假如你懂了很多很多的佛法，你也会跟人家讲慈悲，可是境界来的时候，你贪嗔痴脾气还是这么大，烦恼还是这么多，那就是表示你修得很差。什么叫修行？学习控制你的心，这个才是很重要。第二个，有些经论就讲，作为修行主体或关键的心，比方说各位最喜欢《金刚经》，云何因，云何住，云何修行，云何降伏其心。我引的版本跟你平常念的不一样，因为它是菩提留支翻译的，你们念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，很好，都可以。意思说我们应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安住，怎么样才叫真正修行。你看云何降伏其心，我们的心有时候就像小朋友一样，它到处跑，也像脱缰的野马一样，在这个广场上到处跑，对不对？你看马到处跑啊，对不对？你要拿个绳子把它绑起来。现在你念佛念咒，就是把你的心给绑住、安住。我刚才教你敲莲花观，那个也是修行的、修心的一种方法，是大乘的禅观的一种方法。所以你若不能够调伏你的心，那你就会很苦。为什么呢？烦恼很多，贪嗔痴慢疑烦恼很多，贪，现在的贪很多。想要的东西很多啊，真正需要的并不多，对不对？举一个例子，我在新加坡有时候下午会客，十个人来见我，有六个人谈外遇，两个谈忧郁症，两个人想自杀。结果呢，有一个女居士就来见我，师父我好苦，你可不可以救救我？我说怎么了？她说我的老公啊，到我中国大陆去工作，有二奶跟三奶了。对不对？我很难过。我说这也不是你的错吧？你长得还有庄严吗？他说师父这么退嫁，男人都是负心的，对不对？男人都可以想起就开始破口大骂。我说你不要太激动，师父也是男人。但是我就是一个很正派的男人呢、啊，我是正派的人。我说你要体谅他，我就反问他：你真的爱他吗？我说当然爱喽。帮他照顾家婆，照顾孩子，做牛做马。那我说你爱他，那你就飞到中国去吧。然后他说这个呢，那个呢，这个呢，那个呢，就这个也放不下，那个也放不下。我说你真正爱他，你就为了他，就应该飞到中国去陪他。其实他也很孤单，知道吗？做男人其实很可怜的，你知道吗？插一句，男人，请问，男人叫妈妈叫什么？老娘，对不对？太太叫什么？新娘，对不对？人喜新厌旧，老娘不爱，爱新娘，所以就结婚了。所以做男人其实很苦，夹在两个男人、女人中间，你知道吗？各位男居士同意吗？对不对？真的很苦啊，真的。你看啊，你对妈妈好一点，老婆吃醋，新娘不高兴；你对新娘好一点，老娘吃醋。所以轮回是真的很苦的，知道吗？还好我出家了。其实做一个丈夫其实很苦，他夹在两个女人中间，所以自古婆媳若不和，最可怜的是男生。那他在国外念工作很辛苦啊，因为没有人照顾他，很孤单啊，所以当然他就会要找其他人了。所以我听好，师父没有主张要离婚，不过我觉得你们要做决定，
我就跟他说，若是你，你就飞到中国去陪他，不然就叫他回来。你真正爱我，你就回来。我们呢，好好的做工，对不对？在新加坡到 JB 来工作也可以，到印度巴丹岛工作都可以，绝对可以活下去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中国人讲同甘共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外遇是很多的问题，对不对？现在的年轻人流行劈腿，哎呀，我就不知道这个众生在想什么。所以众生很苦，不是贪嗔痴慢疑，想要的东西很多，其实真正需要的东西很多。所以你修行，你要调伏你的心啊！你不调伏你的心，你会很苦的。接下来第三个，属于法性空寂、幻化无实的心，这个我在后面也会讲。现在我只是讲概论而已。就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、未来心不可得，三心了不可得。中国的华人，中华民的华人呢，东南亚的华人都很喜欢读《金刚经》，很好，这是我们六祖慧能大师弘扬以后，中国《金刚经》的红遍全天下。不过，师父要提醒你，学《金刚经》要学次第，要先从出离心、菩提心、大悲心、大愿力开始学。后面我还会讲，不是一下子就学空，一下子学空，除非你很有善根，否则一下子学空很危险，会变断灭。你会说山也空，地也空，水也空，你也空，马票不空，你银行里的财产也不空，对不对？真正空性的人，人家打你一巴掌你是不会痛的，因为你知道是证悟空性。我在新加坡讲文殊十大愿的时候，我真正的当场请大会把个刀子插下去，真正空性啊，手插下去啊，哎，你是不会痛的。那老菩萨说，哎呦，辛苦师父讲经怎么能拿把菜刀，对，我就是拿刀子，这样真的插。那我放侧面，其实我是放在手掌中间，但真正的正悟空性的时候，它穿过你的手啊，你是不会痛的，墙壁你是可以穿过的，那个你才可以说你正悟空性。所以空性的教法很重要，但是慢慢来，不要急，你必须要忏除业障，积聚资粮，等福德智慧够的时候，你才能学空。假如你现在很固执，你说师父我学空学得很好啊，你写在旁边，写下来，你要看一切的东西就像梦一样，没有真实，这个你才可以真正修到空性。我再讲一遍，看一切的东西都没有真的，是不真实的，像梦一般，你才有资格修空性。好，那三心不可得，各位也听过故事吧？在禅宗里面，以前有一个禅宗的祖师，《金刚经》在中国弘扬的时候呢，大人小孩全部都会念《金刚经》跟《心经》。中国的文人呢，没有一个人不念《心经》的或《金刚经》。从前禅宗寺庙里有一个禅师，他出去办事情，就回来以后呢，还没有到中午，快到中午呢，佛堂已经过堂过了。然后呢，他肚子有点饿，他就想，糟糕了，已经呢寺庙过堂过了，那可是他没有吃过午食。他就想，我现在应该去化缘。化缘以后，他就想，哎，庙口了，右手边呢有一个阿婆卖菜包或是点心之类，是素食。他想，这位居士很虔诚呢，我就呢想跟他化缘一下。他就走着走着，他说：“施主你好，你好，对不起啊，师父今天很忙，我还没吃中饭。我呢想跟你化缘一下啊，你做的素菜包是非常好吃的，你可不可以供养我几个呢？”啊，那个呢？你有没有善根？说师父可以，不过呢，你要回我供养你之前，你要回答我问题。你答对了，我就供养你；答不对呢，你就回家吃自己，到庙里去打坐吧。哇，他说，那你有什么问题呢？他就说，师父，《金刚经》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请问你拿什么心来跟我化缘点心呢？哇，很厉害哦！他想，哇，这个在家居士。很厉害哦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知道当时佛法多兴盛，连在家卖菜的老婆都会讲《金刚经》啊。各位，请问呢？你怎么回答？你拿什么心来跟他化缘点心呢？你
你打不打？结果那个禅师愣了一下，哎呀，这个居士智慧太高了，我今天只好回去饿肚子了。他就回去到寺庙，